志秋，刚才电梯里那个人你认识吗？他看你的眼神好像很特别呀。不认识。 为什么最美丽的时刻总是特别的短？因为只有这样，人才能学会珍惜。总有一天，我要站到那个楼顶上，把大上海踩在脚下。就凭你今时今日在上海的地位和影响力，应该没什么办不到吧？这个地盘都归我管！那胖子谁呀？那么大霸气！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，天生的领袖。 我是能拜他门下就好了。今天开始，这里以后你管。我程大器这辈子有什么不敢？唯一不敢的就是当汉奸。我们虽然是江湖人，但在大是大非的关口，半步都不能错。明白。 别忘了，我就是你生命中的魔鬼。我感觉我一点都不认识你了。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我想永远都是你的女人。我不希望我先生知道我们过去的事。我跟程太太你素不相识。 有什么过去？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好不好？